大家好，我是马老师。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租房子。大家来到中国都需要租一套房子住，那谁有房子呢？房东。我们可以找谁租房子呢？中介。然后我们来说一说你对租房子有哪些要求。离地铁站近，安静一点的。小区里可以跑步。旁边有超市、银行等等。对房子的大小，你可以说一室一厅、两室一厅，还有对厨房和卫生间有哪些要求。你可以把你的要求都告诉中介，请中介帮你找一套合适的房子。最后就是看房子啦。如果你对运动感兴趣的话，千万别忘了注意一下周围的环境哦。好了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满意的房子。再见。